新人类养生意识，传导作者 Yachuk。 关于频率提升，不上升就下坠。频率的提升是很微妙的，一旦超出肉体的范围，情绪就会成为主导。不仅仅是自己的情绪，包括别人的情绪会被充分的感受，这种感受有可能让人很不舒服。不同的情绪有不同的频率，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太多的情绪影响，那些痛苦的、沉重的情绪需要被释放掉，那些情绪的根源也需要被深刻认知，从而斩断它们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情绪体被沉重的负担所压迫，会导致肉体到精神的损害，提升的步伐就会大大减速。身体可以通过多休息、多放松和锻炼来提升它的频率，但是情绪往往是过去积累的结果。除了释放以外，最好的办法是用爱和宽容来疗愈它，需要拥抱伤痛，根除心中的嗔怒。最后一步则是脐轮的净化和心轮的打开，这需要足够的能量。爱需要在心中被唤醒，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爱，以便心轮能够容纳更多的光。虽然情绪并不会因此而全部消失，但是在提升的后期，情绪体会变得很小，它仍然保持感受和连接的能力，但是没有了那些沉重的负担，那些激烈的带来冲突的负面情绪。情绪体的进化向提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要知道，多少人都长期被困在情绪的伤害里面而无法自拔，特别是感情方面，几乎是一种自动反应。能够从其控制中解脱出来，除非有一个正确的了悟和决心。思想体的提升则涉及到对虚假观念的认识和消解。虚假观念是偏离了真相的扭曲观念，它们同样会让心灵被困在较低的频率活动当中。这意味着解除思想中不利于成长的方方面面，才能够让心灵有机会获得解放。但最精细的提升过程会发生在对思想方式的选择上。同样一件事，从肯定角度和从否定角度来思考，其频率是不同的。从利己和利他的方向来思考也是完全不同的，甚至是不同的词语的使用，同样考验着一个人对能量和频率的感知能力。不过最终过多的思想过程都有可能阻碍灵性体的发展。当灵性体开始提升之后，灵性体是吸收宇宙能量的身体，宇宙能量包含着对于光、智慧、爱的直觉认知。思想心念同样有它自己的频率范围，它容易受到情绪体干扰，对事物的评判也会制造出更多的幻觉及思想投射。更重要的，思想必须被作为一个观察对象，才有可能获得本质的认识。思想本身是虚幻的，它背后没有一个主体意识在主宰这一切，思想强化了虚幻的主体意识，这造成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幻觉。所以在提升的最后，思想几乎很少再使用。当思想不再使用的时候，就是智慧发挥作用的时候。思想仍然是有用的工具，对于现实生活而言，所以它不是完全不用，而是非常有效率的使用。有时候提升需要一些计划和主次分别，以便能够排除生活中的各种干扰因素。有计划、有步骤加上直觉，能够保证灵性训练更有条不紊。提升达到能量呼吸的程度以后，就会加快身体和心灵的进化过程，身体气脉当中的能量将为体验更高的频率做好准备。这时候身心对外界影响的抵御力更强，但也可能更加敏感，这意味对身心思想的控制更加要求严格。
一般人随意说些什么，宣泄点情绪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。但是能量频率高的人则不可能那样做，因为任何无意识的行为都可能导致频率的下坠。频率越高的人对频率的掌握越精确。频率下降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情。当一个人的频率达到无需努力的范畴，才算达到了一个不退转的状态。这时候你的能量是饱满的，随时可调用的。你的身体和外界的能量是相互流通的，你可以控制能量去疗愈身体，也可以清理一些负面能量，甚至去显化一些事物。这时候的你是向外流溢的状态，扩展是你的本性。假如过去你习惯感受到低频能量而自动退缩，那现在你可能感受力更强，但是你的能量是向它的来源扩展的。你就像一个发光的容器，不断地照亮周围的世界，不断去消除周围的低频震动，不断去疗愈人心中的伤痛。这几乎不是由你来决定的，而是扩展的本能。在地球不断向银河中心能量对齐的过程中，能量的冲击加深了颠簸不定的心理感受，或者身体容易出问题和疲累，或者情绪反复无常，或者思想观念不断受到挑战等等。看似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，人心更加迷惑。但是只要点亮自己，你就会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。但是如果把控不好，也会随时让周围的黑暗把你熄灭。把握好自己的频率，不要让它掉到一个让自己不舒服的状态。只有不断上升才可以避免下坠。下坠不一定是糟糕，它也许让你变得习惯庸常，庸常其实就是世俗，没有任何警觉性在里面。在过去可能每天只需要一点时间来保持稳定，但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。现在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静默和深入，才能让你保持住内在的祥和、喜乐和敏感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